一名男子啊，扯着一个女子的头发在大马路上，也没人帮忙管管，赶紧看看。近日，重庆站前大道环岛旁，一男子拽着女子头发拖行几十米的视频流出后，引起了重庆广大网友的强烈关注。视频中，女子双手紧紧抱住男子右腿，男子则拽着女子头发向前拖行，女子是大喊救命，路过的车辆也是纷纷的避让。期间，一名穿保安制服的男子曾试图上去制止，但最终还是转身离开了。女子被拖到对面人行道后，男子才放手。女子坐在马路上，腿在拖行中受伤。现场网友透露，该男子与女子啊原是夫妻关系，已离异。具体什么原因让俩人如此大动干戈，尚不得而知。